欢迎光临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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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包包。你今天这身非常厉害啊，是吗？我已经在网上好好的研究了一番。Hold on, hold on, 还没，我要拿出我的遥控器。我听说上面的花什么都能动。哦，天哪！哎，第一次见到这样设计。那可不。里面有个电池吗？不是，是用那个我的那个血液循环。骗你的。肯定是。天哪，怎么这样子？骗你的，骗你的。后面有小吃，我们选一个自己想吃的。这是什么？但我确实还挺喜欢吃这个，这叫什么？什么金钱糕？金钱糕，这是好像广东的美食。对的。哎，那你今天晚上我们的主题叫你的名字，你这身虽然很厉害，它会动，为什么是你的名字呢？这个 ID 就刻在我这件衣服上了呀。什么 ID 刻在这？是我之前不是走红毯吗？然后那个不是穿过很多很花的衣服吗？然后粉丝叫我叫那个花蝴蝶吗？今天造型很厉害，在我心中绝对排你前三。不是，这真的好。但这个真的是前三啊、这个，前三，嗯，那前二是谁呢？怎么办？被嘉宾问住了嘴。如果你突然被转换到了一个人群很嘈杂的地方，你会怎么自救？就我现在身份，然后转换到一个人很多的地方，对，这还不简单吗？再走一个秀。开玩笑，好感动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很棒。晚宴见喽！待会儿见，待会儿见，辛苦了，谢谢了，辛苦，这个我带走了，可以带走，不要浪费了，真的可以带走，咱们就说还是得吃完。